圣诞假期，好莱坞超级大片云集，《哈比人三》继续蝉联北美票房宝座，而话题不断的《名嘴出任务》也引起了大众的好奇与支持。上星期三到星期六，网络平台收入高达$1500万。This was the last move in a master plan.哈比人三五军之战排名第一，周末总票房$4142万，上映第二周全球票房累计5亿7300多万。Louis, moment of pain is worth a lifetime of glory.永不屈服排名第二，周末总票房$3174万。安吉丽娜·裘丽执导并担任监制，改编自前奥运会长跑运动员路易·参帕瑞尼的真实经历，描述他跌宕起伏人生与面对挫折永不屈服的勇气。永不屈服 Cinema Score 网站观众评分 A 减，主要网站影评评分61%。Don't look at me.魔法黑森林排名第三，周末总票房$3102万。魔法黑森林赋予经典童话现代寓意，探讨愿望成真的代价。魔法黑森林 Cinema Score 网站观众评分 B， 主要网站影评评分67%。All will come to a happy end.Teddy, good man having a crisis. 博物馆惊魂夜三排名第四，周末总票房$2060万，上映第二周全球票房累计$1300多万。This place is waking up for the first time, and we have no idea what's out there. It's a miracle. We found her parents.安妮排名第五，周末总票房$1660万，上映第二周北美票房累计$4583万。新唐人记者苏香兰，好莱坞报道。